先吃一条，看它的颜色好漂亮。它有青苹果的味道，不会酸，然后还有一点甘苦甘苦的。它这一条它等于45粒的苹果，听说呢吃了12个礼拜就可以达到瘦身的效果。那我也来吃吃看。里面有28条，一天吃2条就好了。这是要代购的哦，前面的3次代购啊，几分钟就完售，好多国家的会员都在抢订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看这颜色，我们家小孩子看到都想要吃。一天2条，好吃，等一下也给大叔1条。